在我翻了几万套穿搭之后，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就是永远都不会出错的穿搭配色，就是白色加蓝色加卡其色。为了验证这个配色的公式，它是非常百搭的，所以呢，我就拿了几个不同的单品，但是都是在这个配色的范围内，你看完一定就了解了。我身上这一套其实也是属于白加蓝加一点点咖，感觉就出来了。那我如果没有这种咖色的包包什么的，那我其实也可以在里面不变的基础上把这个咖色放在风衣外面，也是一样的道理。我们也可以直接再换一个思路，就是你看哦，白色的 T 恤搭1.68，我们就把裤子放在下半身，那么外套我们就可以直接搭这种蓝色，你会发现其实它也是那个配色，但是它看起来依旧很和谐。那我们同样也是可以用一个白色的衬衫，蓝色的半身裙，然后像是这种坎肩的外套，它也一样是同样的配色，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原理？不管我的单品怎么变，我只要是在这三个颜色的范围内，它的整个搭配就非常的实用，但是又很好上手，上到18下到80，我觉得通用，没有任何年龄的限制，没有任何款式的限制，你只要记住白色蓝色加卡其色就好。